备好了吗？事业一样，也一样会受伤，看着你的泪光痛在我胸膛，不管风雨多狂，我是你温柔的避风港，我的爱是因为你。跳高变得很高之后，上面的观众为了要让他们听得清楚的音场，所以我们又多悬挂了六组喇叭，让每一个进来看的人都能够看得很清楚，听得很舒适，能够给他们最好的视觉跟听觉的演唱会。哎呀，谢谢你们来看我的演唱会。把你的手给我，谢谢陈东。我也把所有的祝福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平安健康。挥挥你的手，陈东。